我即马即个因为联合国促进会吼，我本来即个是不爱讲啦吼，但是今仔日因为帮忙我迄个审批组 Frank 吼，过身去，我才感觉讲这段我无讲吼，对我良心袂得过，所以我才想讲甲你讨一寡时间吼。Frank 即个代志吼，伊替我帮忙安尼吼，我无讲。我袂得过，所以两千年我刷来遮，对女人也搬来遮。我这目的，因为我后生伫遮，啊，我姨也伫遮，所以这是我的理由吼。而且我来遮也要退休，想袂到讲 Frank 搁甲拖累，讲伊要创一个组织，要甲推继续推动联合国，加入联合国这个问题。头先我甲讲我。我无迄个时间，但佫迄个，因为我也要出版册吼。伊讲你出名就好啦，啊，工作我来做。我讲好啦，好，你若安尼讲好，我接受。啊，所以2001年8月31日，正式开记者会宣布成立这个叫做台湾加入联合国促进会，啊，英语的迄个是叫做 UNTC 啦吼，也着主要去我着会接这个，啊伊着讲伊要做啊，所以真侪代志拢伊计划啦，啊其实我嘛是来出来做啦，所以我简单讲，迄阵主要有那几项啊工课，第一项就是我开始伫洛杉矶遮就讲有迄、那个。迄 AM 啊 FM 我袂记得，迄个1300，迄个是 AM 是哦，伊就 AM 吼，伊就请我去上台去讲这个是安怎要推动这个运动，吼，要推动这台湾家己个运动，啊，搁这个1600，迄个 AM 是哦，哦，伊也请我去讲，啊，迄阵台湾人还搁有一个做北比韦斯，哎，北比韦斯我去可能至少两遍。我去有去两三遍，一遍是我单独专访，我若要去讲这个理念，讲是安怎要去推动这個，啊，搁一个就是，我会记得国民党啊，这代表姓廖，啊，搁一个唔知啥物人，迄、那个主，迄阵算有那欧那几，一个医生或者啥物事啊，北美卫视的迄个欧那。大概阮三个讲啦，啊去讨论。王景聪。啊，对对对，王景聪是吧？哎，对对，伊改成做，刚才是做 monitor 啥物事吼，啊，所以去讨论这问题。OK， 啊，所以我一方面我咧开始写文章，啊，就是若有机会，就是带电台、电视台来哦推广这个理念。啊，佫有一个机会就是陈良志。就我讲，迄阵改成是为着即个旧金山合约吼，啊，先煞要推动即个加入联合国，啊，因为伊伫台湾有呾成立即个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啊，着就我本咱在合办啊来，举行一寡迄落做演讲会，啊，所以阮伫即个洛杉矶第一场伫在洛杉矶，第二场伫旧金山，第三场伫即落做西雅图，啊，第四场伫多伦多。搁去推去宣传，这个理念，哦，啊，所以这个第一阶段就是差不多拢是去创起来，啊，搁有两三样代志吼，因为我无啥时间，所以我简单报告一下，有一天，我也记是2004年，啊，2004年，迄阵中国吼，一世界在宣传开罗宣言。讲经济开罗宣言，台湾已经兴中国啊！遐台湾遐有人叫电话啊，讲啊，恁带画炮，还是即落伫美国吼，太无啊，无了反驳一下。啊，我咧讲应该政府着去做啊。OK， 啊，所以有一个机会，尤锡坤带一团，特别去中南美，要我袂记是倒一国访问。啊，伫遮有一个早餐会。啊！我代表台湾家己个国促进会去参加哩做早餐会，
啊，再有16个社团的代表，会使每一个人发表3个问题。啊，所以我代表这个联合国促进会，我甲问3个问题。吼、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问题，我讲伫联合国内底，那有台湾后壁落去控制呢？先走台湾政府拢无去咧抗议，无去咧纠正，伊讲等下要查。过另外一个，我咧讲做中国。在印度、甲伫巴西，拢伫经济卡罗宣言，也讲同款的话啦。台湾是中国的，已经向中国啊，哦，所以台湾的主权是中国的。我讲啊，国民党内拢，迄个政府同政府体拢无伫反应。第三条，我讲我根据我所了解，台湾的教科书，初中、高中以及大学。教科书跟他讲开罗宣言，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是中，迄个叫做台湾是中国的，啊，旧金山拢无提起，伊甲答讲，伊要请教育部长来旧，来遮落去甲我讲，是按照。奈甲咱囥开罗宣言，旧金山合约拢无咧讲起。哎，真正来呢，怪无滴真正来。但是阮拄啊组团等去打小出路去，吓、啊。但是这个代志，迄阵阿扁咧做总统，2014年11月，我组团访问结束要转来的一天，我去是11月7日，全台的报纸第一版拢报出来。讲根据开罗宣言，讲国中华民国政府摕着主权，还是主张主权，这个无对，今仔袂使讲啦。啊，这个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这才是决定台湾前途，而且国际合约，人爱尊重这个，所以今后台湾教科书拢要讲旧金山合约代志，因为这太重要。因为我感觉，咱就是伫美国立法个遮高级知识分子，有正事都无咧注意这个问题，有诶甚至有这旧金山号代志都毋知影，所以我是这个特别提出来讲。过一件就是，我咱2004年，共迄年吼，中国对正在推动这开罗宣言，啊，所以我就本来是新建的。要跟我做去旅西，拜访一寡美国的人，要将这个问题吼，开罗宣言甲旧金山这个问题要讲好清。但是临时这个性格就袂当来，我说我家己，迄个我去是7月7、7月5、7月6、7月10，三天我就去旅西访问，我国务院访问这个做台湾科科长，啊。国会我去访问，当时外交委员会一个ranking member， 我即马形容即个名我煞袂记。啊，即、這个做帝国内底吼，我访问 Richard Bush， 哦，即做过 AIT 的迄落做理事长嘛吼，我访问伊，访问即 John Tusk， 哦，即对咱台湾做优先的哦，去访问即、這个，啊，佫一个叫做。迄、那个组织我煞袂记得，叫做林刚，迄、那個、中国的学者，派入美国的学者，吼、哦，一个啊、大概差不多遮。我访问遮，后尾我有写一篇文章，吼、哦，我甲综合起来，就是讲遮媒体啊，遮做过，或者 AIT 理事遮，大概拢同意。迄开罗宣言，迄部 binding， 迄部合法的。迄是一个 communique 尔，袂当用迄做，用开罗宣言在做说什么主权的 transfer， 不道理。台湾的主权应该是要经过旧金山合约，所以我写一篇文章吼，伫这个抗俄。实际吼，我这个，我拄仔咧讲这个是抗俄去访问的啦，是抗俄，唔是抗苏，抗俄啦。对啊，
所以呀，我是感觉讲这个台湾的这地问题吼，爱厘清吼，所以我是讲，即我有那用台湾家联合国诶会长的身份吼，呀去拜访。搁有一件可能我爱小可提一下吼，即、這个甲阿扁也有关系，啊，因为即直接推动，我直接推动啊，透过。即、这个东英兄伫民进党提案，即是2007年个代志。啊，我拜托东英兄去即个民进党推动台湾爱用台湾个名义去申请改联合国。啊，所以东英兄伫即个中执会提案通过，是毋是伊嘛将即个通过即签名即名单吼有发给我？31个迄个委员，中常委，毋是中常，中执委，拢通过。啊，因个通过，中常委也通过。是毋是甲这有关系？我毋知啦吼。但是有一件有关系，即陈水扁总统，前总统，则决定讲伊要写批，互联合国秘书长，讲台湾要用台湾个名义。加入联合国，你会记袂？申请啊，7月，我会记是7月19，啊，这个联合国这秘书长迄阵是潘基文，伊就驳回，啊，驳回啊，壁去送一遍，去驳回，啊，才公开讲台湾的联合国这个问题，已经伫这个联合国决议案2758。UN Resolution 2758已经决定了，啊，这2758讲啥话呢？咱小可来过来 review 一下吼，咱因客书在听上，也阁唔知影。2758是去解决中国的会员的释出的问题，所以迄阵就是讲，将蒋介石的代表，伊讲 unlawful。无合法的蒋介石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啊，这个释出改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台湾的联合国的代志一丝仔关系都无，是不是这个这2758的这个 resolution 内底根本就无讲到台湾，哦，啊，所以这个王八蛋联合国这个秘书长伊讲。最近嘛，要提起这个代志，哦，啊，这件代志吼，有一个 side effect。这个件代志吼，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才公开，就加拿大、英国、Australia、New Zealand， 我知有这4个，啊，日本，哦，就这5个吼，联署公开反驳。这个联合国讲2758是解决中国的释出的问题，是解决中国伫联合国释出的问题尔，甲台湾一丝仔关系都无。这个已经有一个记录，啊，这个是第一次美国政府公开去讲台湾的这地位的问题，哦，所以这足重要。所以，真你若讲，若讲到台湾甲中华民国，台湾甲联合国的关系，美国的坚持就是安尼啦，哦，伊就是讲2758，甲台湾无关系。即我想伫遮吼，爱提出来，但是，引起一个问题，我才想到讲引起一个问题，伫国内。迄阵民进党就非常的不满，哦，联合国这款对待台湾哦非常不满，所以伫发动9月7日，我2007年的9月7日，拄啊算旧金山合约，签，哦，签字的纪念日，去发动这个反对，唔是反对啦，讲台湾，一定要爱台湾加入联合国。哦，这个示威，这个抗议，伫台湾举办，同款，
同款伫遮啊办一个，我来搞迄工，就是我们两省扩进个教育设备，办一足大活动。有史以来，即、這个咱大汉记也毋捌讲办遐遐大个活动，工一工哦，先伫罗斯密迄条做，迄条做交务，做啥物？遐是办公室。文教中心。啊，文教中心。先伫遐开一个，敢若热心的会，啊，我请即个做新建的，哎呀，对台湾来遮演讲。迄早起，差不多有500多人，迄间座位讲是300-400个尔。结果，我毋知你有注意即个问题，所以迄早起先伫遐，就是即个活动。了后，差不多500多个，佮包括其他吼，家己赛车的，阵差不多，迄只照讲是讲1000多人啦吼，也无法当算。伫遐毋是迄个啥，遐有只 Federal Building， 有只联邦大厦，遐是啥物所在？威尔逊。威尔逊对，威尔逊。伫遐举办一个，迄个做支持台湾家联合国的示威活动。1000多人参加，我即摆咧讲即个活动，就是一个人头甲尾拢伊办出来，就是 Frank。啊，其实我拄接啦吼，拄接到我离开，我交予伊尾，伊接我会长，到我交予伊，即个会的一寡即个工课，秘书的工课，要活动要计划吼，拢都是即个 Frank 的计划。这个人真可惜，伊是英语，哦，较无遐顺。但是这个人来咧讲伊的智慧，讲伊的这个 idea， 哎，老实讲实在是真可取。哎呀，所以迄日个别些，哎，我有去参加，我嘛有讲话啦，吼，我感觉讲失去即个吼即。啊，不但是讲我个人失去一个好朋友，失去过去一个助理、一个助手、一个 partner， 哦，台湾嘛失去一个足优秀的人才，真可惜。所以我才讲，今仔我特别这段吼，我爱讲出来。啊，其实还佫有真侪活动啦吼，还佫是真侪活动啦。譬如讲去印迄个台湾邮票，迄嘛伊 ID 啊，哎。啊，佮纪念讲做，二次大战后60周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台湾和国民党统一60周年，哦，迄真侪当然我建议的吼，真侪迄个细节拢嘛会提出来。啊，为着这个代志，我嘛走转到台湾，走转到台湾去要做。去推动这个，啊，这真侪细节安排，拢嘛 Frank 做诶。其实我伫台湾，就为着这个运动，为着这个，60周年这个运动，啊，伊去甲安排我去予迄个做王典武去专访，啊，所以我转去5月，我转去。我其实5月7、8月，我有上这个王定武，台南有一个电台，改成个叫做南都之声的款，也去访问2点钟，也我真记得足深的，伊迄个电台甲嘉义啊、台中啊、甲花莲啊对，啊甲台北有迄个连线。啊，有一寡家己，主要家己的同乡，迄种老人，叫电话来问我，讲我哭，电话中哭，因哭就是，虽然讲，有影毋敢收过，遐紧，啊，因即拢有做过日本兵，当时甚至会后去南洋吼去受苦难呢，伊才得，佮听着我讲迄段故事，听甲哭，对啊。啊，所以这个在伫遮的今仔日，我咧讲这个故事，咧讲这个经过，这个 credit， 倒是讲就是
哎，爱护这个 Frank， 哎，有我真大的帮忙，哎，所以我想小先我直接，哎呀，给一方面我给感谢，哎，一方面我给给纪念啊。我相信咱直接的台湾社团哦，应该袂去这代志啦。